入六月尾七月的时间，就是日本梅雨的季节，天气开始变得又湿又立啦。所以一有时间天气好天的话，我们就决定要出去行下。落了两日雨，终于好天了。我们今天也很快做完手头上的工作，所以下午就有些时间去了涉谷那边，打算去喝咖啡啦，还有去看看 New Jean 乘以 Spotify 的摊位。就即刻去咗睇新嘅 album， 所以咧就去咗 HMV。呢间 HMV 咧，除咗有卖专辑之外咧，仲有书同漫画都可以睇到噶。最后都忍不住买了，虽然完全是冲动消费，但是一开箱那一下看到入面整得很漂亮，所以都很开心有买到回家。梅雨的季节都是敌不过落雨的命运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位于东京湾的 IKEA。 但是幸好这个地方是全室内的，所以就算落大雨都没什么太影响我们的行程。我们今次来 IKEA 有两个目的，第一就是我们有几样东西要在这里买的，第二就是我们想吃瑞典肉丸，因为太久没吃过了。东京的 IKEA 和香港有些不同，虽然东京23区里面都有几间分店，但是这些分店里面就只是买一些生活的家品。如果你需要买一些比较大型的装饰或者家私的话，就要去到远一点的地方，最近就是位于千叶县南船桥站这一间的 IKEA 了。冇间咁大，都几大喎。咁都叫大？
一隻。马骝话佢考试之前嗰晚要食卡出当保证自己考试合格。终于考完试啦，之后咧我哋就去咗附近嘅 Dom City 嗰度行咗一阵。最后因为考完试之后个人呆呆滞滞，我哋简单食完晚餐之后咧，就翻住屋企休息啦。今日一大朝早起身，喺656处理完换签证嘅事之后咧，就坐巴士去咗涉谷嗰边行街。今日有个咒术回战嘅展览喎。叫了红酒烩牛尾，他就叫了虾咖喱饭，这个虾咖喱饭超级好吃，咖喱汁有满满虾的香味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了整个涉谷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就是 Hikarie 的白楼。这一层是集合了很多文青的一些艺术展览啦、铺头啦，同埋一些书店喺度嘅，亦都有一个共享空间啦。每一次嚟咧，佢都会有唔同嘅嘢可以睇到嘅。
呢个猫猫蜡烛个包装好靓。呢间涉谷零零书店咧，系一个由小型书店组成嘅空间，大家携带嘅书咧都系共同经营嘅。佢哋咧系为咗挑战一种全新嘅书店嘅运作方式啦。呢度嘅书咧全部都好特别嘅，仲有个空间咧可以俾你专心咁样睇书。最后我哋去 Parko 嗰边行咗一阵咧，就翻咗屋企啦。就算梅雨季节，喺东京都可以玩得好开心。